各位，先祝大家老板老板娘生意兴隆，感谢各位多多支持三号王家珍，也感谢我们周习伟周县长陪同我们家珍议员市议员候选人三号王家珍陪同他用他的诚意使用他的诚意来争取大家，也祝各位谢谢，你看都跟帅哥照，我们要握手，要握手，要握手，我会吃醋。谢谢，已经报完了，现场都已经报完了。哇，这边在这边，家珍姐在这边，王家珍姐姐三号。各位乡亲，各位老板娘，辛苦了。